想象啊，因为那 Mario 用角色好像都没有比较形象啊。对啊，我两场开鲁卡尔，没有，就最后那个，我用塞逼抓了，好像整场抓了四次，没有一次有出来又打死他，对吧、啊？这是战场吗？对。莱雅画的那个吧，啊，莱雅画的战场，漂亮，三八 combo，Oops。哦，哎呦！哎，这边上来，哦，库勒把盾扣满了，完全没有打到，然后这个卡蹦也防好。哎，啊，刚刚那个打很漂亮。对。我现在。哦，那边库特他会用那个，是会用上 B auto shield 来重置 neutral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上勇者 auto shield 的那个上 B 其实还蛮不错，就很安全，而且还没有硬直。因为送的方把对方送的方向还蛮远，就有点像是弱化版的那个 Sony 跟那个，不是，我觉得主要是他的那个落地的时候是没有硬直的，哦哦，他可以对啊，落地，对然后对对对，落地到平台上面，然后我刚才这样方式。库洛刚躲到卡布，对哇，好厉害！他差一点就死了。这个那位置被打到已经死了。这边这个撞到盾上被挡住了。然后，这个高角度的那个 Full Smash 没有打到。对。哎呦！哦，直接给他加了危险了。对，剑尖没有点到，差一点点。对。哎呦！这个往前溜。哎，Back air，Back air。没有刷到，应该是 zoom。好，zoom。啊哈哈，差一点，哎呦，差一点点，好可惜啊，在尖端呢，我的天啊！对啊。哎呀，这个 SMS 空了好几次，好可惜啊。是啊。现在有一点那个嘛，有点棘手。哎，这个 F 有东西的。对，这个为什么会杀？我觉得，那为啥？那个没有，因为那绿色的那个绿色状态会让它变轻。哦，对，所以其实我没有影响。哇靠！刚刚怎么？他被闪电电死了。哦，很正常，很痛。哎，滚了两次。哎，我那库勒用了火球好几次，把 Auto World 的那个旋转挡在外面。啊！哎，好险！对，差一点就要撞到那个。哎呀，看不出来，应该是闪。哎呀，他在这个时候应该要闪才对。但是要闪的话，其实就是给他一个机会。下闪，下闪。他那边在，我，可是我觉得刚才那边那个范围有一点点尴尬的是，他可能觉得自己在最外边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个时候就，我觉得看开始真的是个怪招。因为看起来像在边缘，结果乌托还是被炸透，超边边。啊，然后这是第二场，第二场吗？对啊，第二场，第一场是库勒赢。好，那第二场开始。哦，再告。哦，两个又是那个双红双色双龙。对，248。哦，这个好险挡掉最后那个。对，刚刚那个吃到真的很。库勒刚刚那个放的位置很好。嗯，他完全 cover 掉了那个所有除了那个 shield 之外的选项。对，对啊。你只能 shield。你只能 shield 的。刚刚很可怕，我甚至觉得他刚那个如果没有挡掉，可能就死了。就。一个最远距离的 spin dash。对。不是，那是那个 homing attack， homing attack， 对吧？哦，back air。好，那么
然后用 down smash， 嗯，就打在盾上哦，库特我等一下。对。哦。那库特是利用了那个，因为那个 Sony 对啊对啊，那利用 zoom， 哎、欸，就是那个，因为 Sony 他的那个 spin dash 是会被飞刀给挡下来的，对、啊、所以在那边他想要滚进去的话，其实有时候有点麻烦，因为库特会马上丢一个小的火球之类的东西。哦，不过这边钻的够低吼。对对，没有被没有被。他用没有他用另外一个 spin dash， 嗯，对 对, 對。哎、啊！我、哦、直接躲掉。哎、欸，漂亮！哎、欸，这个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对。哎、欸、，fair F two fair。哎呦，被往上丢、哦！哦，好远，怎么那么远？对，为什么那么远？哎呦，痛啊！痛痛痛，对吧、啊？对啊对啊对啊。那吃到他刚刚吃到哪个是 umph 吗？还是？应该是 umph。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应该是 cycle。哦 ，cycle 的那个当时那真的很痛，对吧、啊？对啊。刚刚那个。对。Harry。对，完全不用吸收就自带火猫的 revenge。哦，哎呦，哎哎呀，这个后面的菜撞到盾上了，那边库勒想要直接 ass smash， 但被弹走了。啊。哎，抓！我想要抓滚，抓到、嗯。我刚刚库勒抓跳三次，嗯，骗了一下，想要骗 Sonic， 结果乌托没有中击。啊呀！哦，这然后恭喜库特，恭喜库特，啊，这。